减重黄金时段在早晨，做好这件事瘦超快。每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简单的手脚趾头往上用力的往上翘，然后往后吐气，大概五秒。听说两周就可以瘦7.5公斤。哇！强度是不够的，肚皮是可以锻炼。透过这种锻炼去把它弄紧致。为什么一定要早上做这个？因为它会提升你一整天的代谢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熟女家务事。